Hello，天蝎座的朋友，大家好。你们8月份的运势呢，算是对于你们之前的工作态度、为人处事的一个总结。你们在这个月呢，那个正义牌 Justice，还有 Judgment 审判牌呢，完完全全就出现在这个月份当中，所以呢，你们之前从为人处事，到你各个方面的选择，你各个方面的利与害关系，种种各式样的判断，然后你的勤劳怠惰，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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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一切的总体都会在这个月，的审核给你自己一个审判，然后这个审判完全是对你自己的。这个正义牌跟审判牌同时出现，真的就是代表，先前的你们呢，经历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然后这个精彩的程度呢，往往是令人非常的叹为观止的。总之呢，这不是一段非常容易的历程。曾经的你们呢，在一部分呢，就算没有那么的被看重，但是你们还是运用你们的热情、你们的健谈、你们的机智、你们的机灵，让很多事情呢，一步一步的漂亮的在一个比较顺利的状态去完结了，就像那种，很快的吹过一阵风就过去了。无论那个风是伤害的流言蜚语的风，还是什么样的风，总之你很快就让它过去了。在情感上，就是某一些会干扰别人、干扰你的那些事情，合作伙伴的一些关系的一些事情，你很快的也让它，说走过就是走过去了。然后宝剑皇后呢，又代表说，其实你有维护住你的道德，就是在道德上呢，你也维护住了。所以这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旅程，所以这一切都会在这个月有所收获。然后每一个人，如果你之前你的位置做得很好的话，大家在方方面面都看清了，然后你对你自己的位置也看清了，就是，你在种种种种的部分都是如人饮水，能暖自知，可是呢，该来的收获一切都会来的。你看，你到现在还是一样这样子的来，还是一样在辛勤的耕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健康问题。这个月就是某一部分的人可能，如果生在比较热带地区的人，你可能会中暑，因为你头上的太阳蛮多的。你看这个宝剑上面这个太阳，直接就在你的头上。然后有一部分的人呢，他身上还长了一个翅膀。总之，您这个月的运势，尤其之前表现的好的，现在大家都看清了，所以其实您是相当平静，非常不错的。总之，何止叫不错呀？曾经表现的各个方面，已经一番寒彻骨，然后那个梅花扑鼻香，虽然现在是烈焰高照的时候，但是那个花香还是来了。花香蝴蝶就来嘛，所以那个心情就会是阳光明媚的，甚至呢，你在感情上呢还会有新恋情的可能，某一部分的人呢、啊，但是，有伴的就是，你也不需要太过迁就他了，因为你已经累了一段时间了，您就好好的去过比较轻松的生活就好了。然后你曾经如果有一些电影没有看，有些小说没有读，然后有些想要去看的展览，但现在疫情期间展览也开放不多，不过有很多也开放了，就是影院呐、展览啊、电影啊这些，您可以出去看一下，因为这段时间您可以去休闲一下，您可以去稍微借由这些文艺作品，重新去品味与体会你前阶段的人生所带给你彻底的反思了，因为这个阶段的你算是，
总算是过来了。你现这阶段，如果上一阶段你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优良的，都是你都很不容易的，在人事方面你都淌过了这那些河水的话，那你现在的你绝对是新的感悟与收获，那个百般滋味在心头，那个是说不清的。总之啊，这个很难讲啊，反正现在的你大体上过去的走过去的那一批人，就是现在每天给你都是新鲜感，都是愉快的，都是快乐的，然后你也可以如同在天空中自由般飞翔，然后所有事情在你心底也都清清楚楚，因为那些审判上天已经告诉你了，然后你的心里也很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段旅程。然后如果你有新的工作来的话，那是很正常的，而且它会是别人介绍来的，因为你之前就是表现的还算不错嘛。然后财运就是普通啦，普通的财运就是你之前赚多少现在大概也是赚多少，但是你的人事的机运跟那个岗位上面的那个机会跟上一个阶段的你大大不同了。然后健康方面，我刚刚讲过了，就是要防止中暑，因为你头顶上有太阳嘛，还有一个身上有翅膀，就是要防中暑，包含这个金轮，这个你在用功的去打造你的轮子，上面这八这个轮子，七个轮子，这边一个，七个，这边一个，总共八个，这加起来就是都是很像太阳，所以防一下中暑啊。然后透过阅读来打发一下你的休闲时间，会让你很有收获的，因为你有你不错的品味吧，你有你不错的人生品味吧，这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如果怕中暑的话，穿个运动凉鞋也是不错的，因为除非你有长期慢跑或者是长期做剧烈运动的那种习惯，如果你这个月你要运动的话，就建议做那些皮拉提斯然后瑜伽那种比较缓慢比较拉筋拉伸那种比较舒缓的运动，我想会比较适合这个阶段的你。你这个时候阶段的你的运动比较适合放松延展的，不是针对心肺功能的那种运作的，因为心肺功能的运作，我觉得你这里很像保健那么多，然后又有火元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要去延展你的水元素，所以做一些瑜伽拉伸应该会是对你这个月有所帮助的。好了，我这一个月对于天蝎座的解读就解读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那祝福大家一切顺利，喜欢的就帮我按赞、留言，还有分享哦，谢谢大家。